这球中华队的攻势，哎，球被抄了，哇塞，这直接起脚，这是，哎呀，哇，这怎么会这样子？在伤停补时的阶段了、啊，缅甸队的球员直接抓到一个邱一红，一个在位置上的失误啊！你看他可以看到守门员的位置不对了，马上就起脚了。而邱一红这一球的落点，球的落点也没有算好，好像有点冲过了头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，这真的是判断上的一个失误啊，冲过头了。就这样，球从中场直接踢进了。